火种不灭的真理，把霹雳州九天国中复兴起来了，抛弃了过去收容落地生的包袱，走自己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之路。今天全国国中基本上已经闯出了一片蓝天，在稳健的发展。40年了，独中这条路实在不容易走，尤其是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那真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独中复兴运动如今刚好迈入了40个年头，回顾来时路，华社被觉经心酸，独中也在心酸与苦境中成长与发展。数10年的自力更生、奋斗和坚持，使独中有了不同的发展结果，提出其中一些蓬勃发展，成绩斐然，成了名校；而一些更有天理想，还在努力奋斗和求存。经历了40年的不断努力，途中擦亮了自个独特的品牌，董总红口文凭。这个品牌只能受到全世界几百所大专院校的承认，充分证明了有关文凭的高度水平。独中教育的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学生能接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熏陶，加强了优良道德和品格的塑造，使学生成人成才。这个品牌早已得到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的认同，时至今日，高级品牌尚未受到政府的承认，我们深表遗憾。古人说四十而不惑，因此我们坚信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时间一到，要挡也挡不住。我们更坚信，只要独中复兴运动的热忱还在，在独中教育的源头里必定是繁花盛开，芬芳常在。时间过了，政府政策也是有改变的。我们对妇女教育一定要坚持一点好现象。各位，根据报告，现在的华人子弟把孩子送进华教读书的是90%多以上。不但如此，而是立足马来同胞们把孩子们送进华校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这情况呢，我有点担心这一委员会里面的要关注到哪些马来学生到华校来没有华文，不懂华文。慢慢的，教育部会派过很多马来老师到华校去，无形中华校慢慢变得过小区了。所以这委员会呢要关注这个事情了。我们尽量想办法把那些没有受中文教育的一点中文都补到是马来一帮一些中帮男孩子们培养出来，怎么样教导他们，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关注到的事情。哎，好，各位，我不想讲太多了，就是谈到也可以谈谈了，我们还有一点可以谈谈。杜中毕业出来确实是人才，很多都到海外去。海外因为承认杜中文凭，海外的大学不承认杜中文凭，所以他们一到海外去读完的书都不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呢是人才外流。我们的国家是个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气候好，为什么会成了小红呢？就是不会利用我们华人子弟们来做国家上的发展。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要多多关注。
还有另外我要注意到的就是新加坡大学承认不搞文凭，但是做过六个月的英文水平很好，也是对的。那么是我们的国家呢还没有一个竞争，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要多多的吸收我们的自己人，因为怎么样会到海外读书的学生呢利用相当高的本地读书利用为底，所以好好利用我们华人子弟，把我们国家培养成为一个小东西。好，谢谢各位。风风雨雨，跌跌荡荡。华教之所以能屡败屡战，固然靠我们的先驱啊的奉献百折不挠，群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面对团结一致的精神，一场又一场的斗争，团结是自身的主要因素。事实上告诉我们，任何运动都会出现意见分歧和路线不一的问题。此外，敌对者也趁这个机会煽风点火来分化我们的团队。假如我们不小心的话，他们就达到了分而治，破坏我们团结的一股力量。那么华教呢，将会面对灭亡的厄运。我们应该在目前当前这种形势，我们要求大同，存大同，而把小义搁置一边。意气之争啊，公开化并不利于我们团结，同时也影响群众的士气。那么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华教的前途不堪设想。我们希望呢，我们独中复兴运动能够促进独中之间的团结，同舟共济。那今天我们的工委会已经成立了，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热爱华教人士参与，我们随时准备加以纠正。